可以打开来看，导演你可以打开来看，这是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贩售的，就是一个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逃难的产品哦。里面的东西我们 OK 打开拿一下嘛。好，你看看，哇，我们这很大一包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后来奇怪为什么要被单呢、啊？这是毛毯哦，毛毯。所以你逃难的时候还要铺床单就对了，你好天真哦，姑娘，好，真是个好太太。还有什么？我们来看看，哇，还有一大盒哎，哦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很厉害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有带手电筒。不是，它不是手电筒，它是你不用会死的手电筒。那里面还有是早上的怎么办？哎，早上那就真的不用，没关系。还有水，看到没有？但这不是水，这是你不喝也会死的水，逃难水很重要。